又第一岁了 ，by the way， 有冇人同我同一日生日呢？呢度附近好靓啊，有冇人知道我而家喺边呢？咁多人好开心啊！我住荃湾，你哋屋企喺边啊？生日都冇人送嘅，如果有人送只公仔俾我就好啦。我出嚟先，好。哇！好彩阻截咗你声出去咋，如果唔系，全世界都睇到你裸照啊！嚟啦，等我过几招俾你啦。其实社交网络上面有好多陷阱噶，你要记住以下呢三条守则啊。第一，保护个人资料，千祈唔好随便向网友透露你嘅个人资料，特别系自己嘅私密照片。第二，检视私隐设定，将社交网络嘅所有资料设定为只限朋友阅读。第三，切勿接受陌生人嘅交友邀请，当遇到勒索嘅时候，就要报警求助。点讲个雷神取咁耐都未到噶？先生，你嘅快递已经到咗啦。点解个雷神锤变咗咁嘅吹气玩具啊？唔通我俾吓咗？喂，雷神，你上次叫我帮买点数卡钱，几时还翻俾我啊？几时有把点数卡啊？我冇讲过喎、啊。上个礼拜日你喺 WhatsApp 度叫我帮买点数卡噶，如果你再唔系，我就对你唔客气啦。哎呀，点算啊？喂，你做咩咁唔开心啊？系咪俾人呃啊？系啊。等我醒你两招啦。首先你要看清楚那个网店是不是信誉良好，如果不是的话很容易买到假东西，最好就是观望就买了。其次不要乱开一些连结，这样就很容易被一些恶意程式入侵盗取你的资料和密码。等我给件礼物你啊，18222。是啊，如有疑问就打18222啦。